3月12日，有媒体曝光了歌手蔡依林的近况。最近她在出席某活动时身穿黑色吊带裙，深V设计秀出了迷人的身材曲线，凹凸有致的身材的确美到令人挪不开眼，很难看出她已经40岁了。尽管蔡依林的颜值依旧在线，还搭配了温柔的长卷发，笑起来更是很治愈人心。因此有网友在看到蔡依林的近况后评论道，好性感啊，不过换成连衣裙会更好一些吧，大长腿都被遮住了。蔡依林自从出道后，在事业上就一直很顺利，并且带来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，例如《舞娘说爱我》《倒带》等。近年来也在为事业奋斗着，最近还成为某国际大牌的珠宝代言人，出席活动状态依旧很好。蔡依林的身材与颜值一直都是很好的，此次有些显胖也只是造型的问题，祝愿她今后一直美下去。